第38题，下列各图为四种不同物质的组成，其中白圈、黑圈表示两种不同的原子，则何种物质是元素？我们晓得元素就是由单一原子所构成，图中只有 B 是由单一原子黑圈所构成，其他的图上面都有白圈、黑圈两种的原子，所以都不是元素。因此，第38题我们说，则何种物质是元素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。